需要老师帮你看相，或者批八字等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男人手相上的人纹出现两条，分别穿过食指和中指，那么此人多半是个花心大萝卜。他们对待感情非常不专一，喜欢脚踏两只船。对于正牌女友的付出宠不珍惜，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但如果再做一次选择，他们仍然不改风流花心的本色，不知伤了多少女性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